要你够直，我们有什么好避嫌的？哦，好像是哦。那我们还要保持距离吗？哎呀，不了不了，我都差点忘了自己是直男了。啊？所以你这么晚来这儿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对了，你有看到过一个 U 盘吗？ U 盘？是啊，想着可能落在舞蹈室了，所以过来找找。哎，如果找不到就算了。云飞，排练了。来了，我先排练了。要是找到的话再联系你。那拜托了。原来是你的呀。啊，管成，你 U 盘找到了吗？没有，云飞说会帮我留意，实在找不到就算了。云飞，你们关系挺好呀。是吗？我们算关系好吗？你干嘛突然嘚瑟呀？快点，我要上厕所。马上马上。小雪，喂，什么 U 盘找到了？现在吗？那还真巧啊，我刚下班。定位发你微信了，找不到记得给我打电话。速度还挺快。这是怎么是酒店啊？酒店来了。哟，你还挺快啊。哦，奶茶店离这儿没几步。进来吧，不用换鞋。好香啊，什么味道？哇，嘿，你随便坐，我去拿 U 盘。啊，好。他平时就住这里吗？哇，漫威模型，美队盾牌 ，VR 眼镜，嚯！看来他的爱好和普通男生也差不多嘛。嗯，这是投篮机。管成，你在那干嘛呢？啊？哎，我看你房间有个投篮机，可以玩吗？可以啊，不过得下点赌注才行哦。可以啊，我高中可是校队的呢。哼，是吗？这不可能，我不会输的。毕竟是自家的篮球机嘛。赌约别忘了哈，一年的珍珠奶茶，你请。知道了。他这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和豆豆一样。嗯，要喝吗？我一个人也喝不完。你一个人住吗？怎么了？就是觉得一个人住好像少了点什么。我一个人住习惯了。喏，拿着。是啊，云飞也是单亲家庭。云飞，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以后过来玩啊。哦，那就别以后了，今天就可以留下。啊，我开玩笑的。我看出来了。不过不怕别人说闲话吗？哎，这有什么呀，咱俩都一起跳过拉丁了，况且我可是钢铁直男，我们不可能的。确实不可能。我应该没说错什么吧，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嗯，这张照片，这上面的是云飞吗？哎，别动。这是怎么了吗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这张照片对你来说这么重要。重要？并没有，让你看到我以前的样子见笑了。所以这上面的人真是你啊？是啊，很傻吧？哎，没有没有，看起来很温柔，而且特别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人。谁啊？小城哥哥。豆豆。好像在哪儿听过这个名字。上次在奶茶店我提到过。说来也巧，豆豆也喜欢珍珠奶茶，他脸上也有一颗痣，和你的一模一样。但除了这些，你们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。是吗？我有些好奇啊，我和他哪里不一样？嗯，他